不到方法，证明爱情有偏差，好想要放弃他，心里却一直在跟自己吵架，假装不在乎，假装每天很忙碌，可是我却按耐不住，想知道你现在在干嘛，无时无刻眼里都是你，每分每秒心里都想你，我要控制自己忘掉你，不愿意就这样跳出爱的陷阱，无时无刻眼里都是你，每分每秒心里都想你，想要控制自己忘掉你，却又不知不觉把你写进日记，这是爱，为何感觉好奇怪，不知温和到来，也许时间会慢慢带来答案，伸出你的手，赶着我不安的梦，听你说我们的邂逅是被上天看老师，老师，哎，到底下不下课啊？哦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吧。哦，对了，学校通知你们看到了吗？想要去伯明翰大学的学生，请尽快的把你们的申请单交到我这里来 ，OK 吗？我先去把时间表交了。那我先去食堂排队给何欣打饭，你一会儿来找我。老师，我想申请交换生的名额。果然没有看错你，你知道以你的天赋去那里一定会大展宏图的。快，让我看看你的申请。哎呀，积分还差0.1耶。而且还要完成4个大作品，你大二才过来，现在才2个。老师，这个是我的。果然半路出家的就是不行，我们正经服装系的学生已经有3个大作业了，再补交一个就是了。谭墨菲，你的这个也不够啊，还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呢。差多少？差0.6呢。夏妹妹，你笑什么？再笑你也没有4个大作业。我没笑啊。我没看到。欣欣，何欣，学姐，学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投喂宝宝。啊，都到吃饭时间了，那我去食堂一起吃吧，学姐。对呀、啊。不了，我男朋友应该在等我。你们吃吧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你别写了，过来吃饭。哎，你想饿死我呀？哎呀，我还剩一点点，马上就好啦。你这点那点的写不完，先吃饭。别写啦，那听话。哎，你这忙成什么样了？咱们多久没一起吃饭了？忙完这一阵就好了，现在已经到收尾阶段了，就差美术社的涂色本和方氏集团的点读笔了。美术社已经完工了，就等你的账款。那就差点读笔了。那快递不知道怎么回事，
给寄到隔壁市去了。我打电话就一直敷衍说马上送过来，但是一直不送。那怎么办啊？等等看出发前能不能送到吧，实在不行再想想办法吧。那可不可以寄过去啊？要不然邮费我们几个凑凑。我打电话问问。对了，你们明天美术社一早就要号呼车厢，你知道的吧？我知道，局长已经通知我们了。吃饭就吃饭，在那聊什么工作呀？现在能聊的也只有淼淼啊，但是他那点地下恋情，就那点事儿，纯情的我都不想聊。我们也有，有什么？快交代！快交代！其实也没什么，你们冷静吧。我就知道，你们把恋爱谈得像小学生一样，不如聊聊你和林开拓吧，和好了吗？也没有什么和不和好的。现在林开拓已经不是我的第一顺位了，我觉得现在最靠得住的还是工作。说的跟自己是霸道女总裁一样。我才不要当什么霸道女总裁呢，我要当一名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。我赞同，我也要向你学习。我这次一定要拿到出国交换的名额，我要做一名有灵魂有深度的服装设计师。食之无味的，吃个饭而已，搞得跟誓师大会一样。有的人不高兴了怎么办呀？那我们不聊了，吃一个螃蟹。我们不谈了，不谈了，不谈了，吃饭。你还要生多久的气？不要生气了。我诚恳地向你道歉还不行吗？开灯。干嘛呢？没啊，你找我干嘛？你把电动车借我用一下，我要帮小月把美术社的副作本给何心送回去。我电动车没电了，要不咱俩充个电一起去吧？没事儿，我回来的时候给你充满就行了。我刹车不太灵，要我送你去吧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吐这么好？你不爱上我了吧？滚！走啊你！每学期成绩都还挺平均的，唯独体育每次把你平均分拉低。所以啊，只要你提高你的体育成绩，你就可以提高那个0.1的绩点了。可是我这学期体育只抢到了篮球，而且我跟篮球真的不熟。那你跟我熟啊？你忘了？你男朋友我原本是梁永年同学，这儿可是图书馆，你能不能小点声说话？夏淼淼啊，你现在越来越皮了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把脸塞进来。轻点啊！从现在开始看，有什么不懂的就记起来，一会儿问我。好。晚饭也自己解决。李老师跟方氏集团合作了一个项目，晚上让我们过去打杂。好。什么都说好，我们淼淼太棒了。
127，飞行棋。我再去外面检查一下。好。你不用赶我走，我不是来帮你的。大超让我把东西帮他搬过来。我说你走那么快干嘛呀？赶着去投胎啊？大超，你搬了什么过来？啊，美术社的涂色本啊，放哪儿？放那儿吧。美术社的东西怎么是你在搬啊？我这不是抓紧一切能在小云面前晃的机会吗？万一他哪天打动我了，是吧？你这样是没有用的。为什么？如果不喜欢的话，再晃也只是觉得烦而已。那我怎么知道他到底喜不喜欢啊？那我也不知道了。喂，你们到底商量出一个方案没有？何小姐，我们这边最快也得后天才能安排送货。我们明天就要装车出发了，你居然告诉我后天才送，你要我怎么处理？实在是很抱歉。不要跟我说抱歉，给我一个解决方案。要不您网上申请退货？明明是你们物流有问题，为什么要我退货啊？我来。喂。哦，好的，哦，就那样吧，谢谢。我已经沟通好了，他们后天寄过来，然后再让新闻社留守的同学想办法寄过去。我已经问过了，他们那里根本就不通快递，要怎么寄嘛？你别急，总会有办法的。态度太强势了，会影响我们活动形象的。何欣，你先别走。帮我问一下夏淼淼在哪？你问夏淼淼干嘛？我可不掺和到你们的爱恨情仇里去啊！那你把林霞电号码给我总可以了。你想通过我曲线救国？我可不敢。我找他们有正事啊。正事我也不帮。拜拜。吃汉堡，算了吧，我请你吃猪肉炖粉条。那酸菜饺呢？哎，都多久了？淼淼都跟你说清楚了，你还想干嘛？你不用那么夸张，我也没有那么稀罕夏淼淼。不信你问他，我之后有没有再骚扰过他？我林开拓拿得起放得下，他拒绝我，是他瞎。对对对，我瞎，行了吧？那你来找我们干嘛？核心有个活动，还批东西没有寄过来，你们知道怎么回事吗？哦，好像是有一批点读笔记到隔壁市去了。我想请你们帮个忙。
画你的吧。学姐，我帮你扶上。哦，不用，这个椅子挺稳的。啊，我扶着放心点。哎，我来。没事，我比较习惯自己来。哦，还是我来吧，爬上爬下的很危险啊。不用。啊。你觉得我这个蓝色怎么样？心里啊，我觉得深了一点。我可以添一点白色的云或者雾，是不是可以把它整体调亮一点？嗯，好。大家休息吧，我们买饮料了。好。我这儿也有。谢谢。学生好。嗯，大一服装系的是吧？哦，对，我叫王雨天。既然大家都姓王，500年前应该也是一家人。大王，我就给你小王一个建议，一个忠告。啊，学长你说吧。离夏淼淼远一点。为什么？淼淼学姐和学长有什么关系吗？跟我能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就是建议你啊，别老一天围着他转，你俩没戏啊。还有，对你来说可能有那么一点点小危险。学姐不是单身吗？单身就有机会。说的有点道理啊。行吧，随便你。祝福你啊！哦，学生好，你好。学生再见。没了。夏淼淼，你的皇冠好像缺点什么。一见到你，我的心就不安停动。谢你在我左右，一直为我守。
帮你啥？这个高啊！哎，我们把这个再涂一点。嗨。这是我的，贾老师。哎，贾老师，那书是我的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饭拿掉了。哎，贾老师，你有什么急事吗？走得这么急的？啊，没什么。对了，那个昨天晚上陆鹏老师有说什么吗？昨天你见陆鹏了？这臭小子，他回来什么都没跟我说呢。没说就好。哎，你们到底说什么了？啊，我们就是吃了个饭。他吃饭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因为我是他小舅舅，我是他的家长，我有权管他。是是是，有道理有道理。下次他吃饭的时候，我让他告诉你啊。你干嘛老跟着我呀？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你怎么知道我跟着你啊？那你先走。你让我走我就走啊。你非要跟我作对是不是？我是贾老师，你今天这态度，躲我跟躲瘟一样的，什么意思啊？那我给你道歉好不好？老师，您请，您请。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陆鹏肯定跟你说什么了。没什么，没什么。那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哎，我说我肚子饿了，我赶着去食堂，我饿得不行了。我肚子也很饿，也饿得不行了，咱们快走。你怎么突然就不饿了呢？那我还是问一下陆鹏到底怎么回事吧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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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怕你了还不行吗？我请你吃饭，拿着。真是，知不知道一个人助教多少钱的工资啊？就请你吃饭，我大气。快点，谢了啊。来喽，这个怎么样，大鱼丸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淼淼，给你留个位置，快过去坐吧。淼淼，坐。看着霸道的口气。这还是我们社长大人吗？我们都快不认识了。都请吃饭了，就堵上你们的嘴。你不仅堵不住我们的嘴，我们还要出去乱说。哎呦，行了，你再说，淼淼头可要埋到地里去了。是啊，那个我们淼淼啊，脸皮薄。那个，不然这样吧，吃完这一顿，我再请大家吃好吃的，就求放过了。公开也没什么了。谢谢谢，吃饭。哎，你不是请我吃饭吗？吃不下。什么？没钱。哎呀。你跟我外甥去哪儿吃饭去了？学校门口的小餐馆。你怎么请他吃饭呢？我就说陆鹏这么抠的人，他那天居然不回家吃饭。陆老师他不抠，他请我吃的。陆鹏，抢着买单？哎呀，看来你对他确实比较特别呀。那是因为吃的是散伙饭。散伙饭，陆老师跟我说清楚了，
说不是他喜欢的类型。我觉得他对你也没什么兴趣。你没必要再提醒一遍吧。现在好了，我是外溢生津，我准备把我的大好时光都投入在我的教学里面。我去修改方案了，李老师，你慢慢喝啊，需要可以续杯的。哎，贾老师，其实怎么了？你在生气啊？没有。你还说没有，明明就在生气。你看，明明就在生气。去哪儿？不是要去打篮球吗？夏喵喵嘴巴肿了。好好好，给你给你。所以你是真的在生我的气？为什么？没有。是因为我刚刚不小心踩到你鞋子了？是，那是因为我偷吃了你的排骨。不是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因为我刚刚逗你玩的时候拉你头发。是因为你答应过我不公开的，然后突然就公开了。哦，这个。梁永年郑重向夏淼淼同学道歉，对不起。你笑了，那是不是代表你不生气啊？好吧，那我们开始练球。你先投一个试试，让我看看你实力。原来是没有实力啊！喂，好好好好，我教你几个诀窍吧，来，手掌打开，掌心不要碰到球，悬空，然后呢，双膝弯曲，来，这样我们示意球。你现在也不害羞了，我自己练了。夏淼淼，你要是能投进10个，我就完成你一个愿望。什么愿望？只要能进，随便你踢。成交。开始了。轻点放啊！都齐了吗？我正在记。那谁呀？我们好像没有这么大的箱子啊。能够点都比大了。谢谢。还有什么吗？这边都是，那我来帮忙。轻点，轻点。那，谢谢。你怎么拿到了点读笔？我打电话让他们送来。我打了100多个电话，他们都不肯送，怎么你打就送了？我
投诉到总部了。做过相关行业人都知道，只要有投诉的单，就会优先处理。啊，谢谢啊。阿信，都装好了，准备出发了。好。行吧，路上注意安全，有什么事躲着点，别总往前冲。还有，遇到什么事给我打电话。忙去吧。刚刚大家都在讨论你们新闻实践课，你们今天好像要提前报选题，你想好报什么了吗？我早就报上去了。你报什么？偏远地区儿童教育现状调查。挺有意思的选题。加油，期待你的作品。嗯，我会努力的，全力以赴，经验学姐。小淼淼，第十个，加油。非常，我的愿望。陈江，等会儿还有。你的愿望。好吃。这样好吃吗？好吃啊，你尝尝。你干嘛？我去把剪完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把它剪完了。我吃过的。我不介意啊。这个给你吧，我没吃过的。我不是嫌弃你。我再去买。就是一起吃冰淇淋和看电影。嗯，上次和你一起看电影的时候，我就在想啊，如果再能和学长看一次就好。我们看什么呀？速度与激情八怎么样？你应该会喜欢吧？嗯，不喜欢。那大话西游啊。不想看。你是不是不想看电影了？你要是不想看，我们也可以不看。我来跳吧。好。没想到你喜欢看这种调调的电影，我还很少听说男孩喜欢看爱情片。还挺有少女心的。嗯，你要是喜欢看爱情电影，我可以找阿霞帮你要一份片单，她收集了所有好看的爱情电影。嗯，还有那个言情小说，你不会也喜欢看言情小说吧？嗯，
我不喜欢看。那你挑这个。哎，其实喜欢看什么东西都是个人爱好，你不用不好意思。那大超学长还喜欢玩娃娃呢，对吧？我挑这个是因为我晕 3D。可是我们上次看的也是 3D 啊。你还不明白吗？我就是因为喜欢你才跟你看的。在那儿被一个阿姨监督喝饮料，我记得我喝了三瓶，我喝了两瓶。然后你的手就被划破了。
他也跟我说，只不过他让我买单。太好了。好的，我等你回来。我诚恳地向你道歉。还不睡啊？我后天回来哦，准备好为我接风洗尘吧。怎么还不睡啊？哎呀！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欣欣这次活动搞得很成功啊，她现在肯定特别得意，是吧？哇，希望他多买点好吃的。哎呦，我来啦！给，这给你了。不得了啊，我们欣欣，他走了三天，他回来搞这么大阵仗。嗯，其实呢，这次我过来是有事情和大家说的。我下个星期开始就要去外地做我的新闻实践选题了。那这次要去多久啊？还不知道，还要看调查的情况而定。顺利的话一两个月，不顺利的话一年也有可能。反正去了再说吧。那这次是去哪里啊？安不安全？做什么选题？偏远地区儿童教育现状调查，系里的老师带队。所以你大费周章让我们来这儿，就是为了通知我们这个事儿吗？走就走呗，不用整这么一出。我只是想告诉大家这件事情，走的时候就别来送了。你想多了，我是不会来送你。你爱送不送？说他这人怎么这样？